快看，这是个熊猫！哇塞 ，RPG 吗？这也太小了吧，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。这里还画了一条龙呢。嗯，这里好像还可以放炮弹呀。哇塞，我用手指就直接给它上膛了，打一下试试好不好用？我去，什么响？我的天，它竟然自带音效！这里面应该装的就是电池。找一找这附近怎么没有发现炮弹呢？看看这块石头下面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去，平底锅！这锅是塑料的，我是不是也得找根绳把它挂在腰上，用它来挡子弹呢？再来看看这是个什么？好像是一个底座，但是这个底座是装在哪里的呢？哪里也装不上呀，估计是没啥用。我还是找找炮弹吧，让大家看看有炮弹的 RPG 是个什么样子。哎，你们看草底下是什么？难道这就是 RPG 的炮弹吗？看着挺像，来一颗试试，看看能不能装得上。哇塞，真的可以装得上，有了炮弹直接提升一个档次。把平底锅放在这里当靶子，你们说我能不能一下就打中平底锅？发射，好像打歪了，打到石头上面了。快来看看炮弹有没有被打碎，感觉后坐力挺大呀。还好好像没有碎。哎，这怎么好像还发光呢？放在树荫下看一下，这怎么不亮了呢？难道刚才是我看花眼了？哎，亮了，原来得碰一下才会亮呀，这也太好玩了。我要拿回去找一个黑暗的地方看看这个炮弹的效果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黑的地方了。哇塞，竟然这么漂亮，这要是晚上拿到广场上去玩，我又能变身最靓的仔了。